是用违反自由法，你言论自由没关系啊。奇怪，我在讲什么？你们在听什么？要听得懂我的讲的意义，好不好？啊、大家先炸怎么跟炸案？讲的也不太对啊。这个不是障碍物，炸案哪有？哎、可是我们没有妨碍交通啊。我现在只是说我。为什么要？我们接受您的劝导，我们听到您的劝导。那就你们现在架起来的、啊。为什么要在半夜？为什么要在半夜来？可能，这为什么要在半夜来？为什么要在半夜来？为什么要在半夜来？这位小姐，我是说这个呢。为什么要在半夜来？请你先回答我们，谢谢。那你为什么在半夜架？为什么要在半夜来？没有啊，没有在半夜架。你为什么要在半夜架？我们没有在半夜架，来的时候就有了。来的时候就有了，请你不要污蔑我们。因为晚上冷啊，早上我们没有假。对啊，他说早上没假，晚上才假的。对啊，说晚上才来啊。白天就已经有假了。我现在在跟他讲，你们不要讲话好不好？又不是在跟你讲话。言论自由，谢谢。你为什么要对他凶？我因为你听都听不懂，你可以温柔一点吗？听不懂啊，那我先跟你讲。对，你可以温柔一点吗？那我可以跟他讲话吗？你说，怎么说都可以啊。啊，讲话是我的自由啊。好了，那个，你不要对我用言语暴力，谢谢。你先讲，我听到，我听到你说，你说。那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吗？我知道，可是水深晚上。你可以温柔一点吗？对呀、啊，我都老被踢了，在前面。那这样可以用活动式的吗？活动接着是活动的、啊，我们没有固定啊。这个就这样就叫固定了，脚三脚不见了、啊，我们没有用水泥钢筋的、欸。哦，我知道，我没有用水泥钢筋的、欸。好，可不可以用活动的？活动式也是你的、啊。活动是什么意思？把板再加在这边。我以前是读建筑的，这不是接着是活动了、啊，我们没有用钢筋水泥混凝土啊。不要把它固定这样子嘛，但是我们就可以把它拆掉。不然这样子怎么挡风？那半圆圆会也为什么不能挡风？对啊，那就可以挡风就好啦。每一个都这样子，好像种植一样啊。对啊，可以挡风就好啦。可以用盖的好不好？你们架个东西把它盖上去就好。这样不是盖的吗？你们这样架还会挡住，我不想跟你讲话，因为我跟你没有办法沟通。好、哦，你我现在是在这位先生，我是说你不会用身上会感冒，你不要用固定的好不好？不感冒盖他们身上好不好？当棉被啊，这样子好不好？不是已经盖了吗？你至少要投其一下吧。学生不能生病，学生不能生病。为什么要半夜来？学生不能生病。请问一下，固定的定义是什么？辛苦了，不能叫让他生病就这样子嘛。而且之前活动，可是他可以摇动哎。好像也没有很完全固定耶。我是很有诚意去解决这个冲突，如果没有办法解决，你开单，我们法庭见。我真的学生不能够这样子，要搞。